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恩。今天呢，DJ 恩要来教一个新的单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看，我们今天新的单元要学什么呢？那就是我的学校，我的学校。小朋友都知道学校是哪里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来上课学习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只看华语字，那就是红色的。那我们黑色和蓝色的字，我们今天先不看。OK，我们先看红色的华语字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我的学校有什么？第一个就是。学校，学校，好，这个学校呢，像不像你们现在在读的诺贝尔幼儿园？不像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学校呢，是你们长大之后，你们去读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你们将会去的地方。OK，这个叫学校。好，小朋友们，看嘴巴，跟着老师一起读学校。那我们去了学校，那学校里面有谁呢？好，我们来看学校里面会有老师，老师。给小朋友们记得要开嘴巴，跟着一起读。老师，老师，在黑板上面写字，OK，好，那有老师又会有谁呢？有老师，我们就会有同学，同学，好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全部一起在做什么？同学们，他们现在是在休息的时间，就是吃早餐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全部一起在吃早餐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同学呀？有，对不对？跟着你们一起读书写字，在学校的就是同学，同学，OK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，好，学校会有什么呢？学校会有草场，草场，小朋友们跟着一起读草场。好的，这就是草场，整片绿油油的都是草地，就是草场。你看到这个草场，它是不是有一条一条这样子的线？这个线是做什么的呢？就是当学生跑步什么的时候，可以跟着这一个线跑。OK，这个就是草场。OK，那再来看我的学校，除了草场，还会有什么？学校还会有窗口，窗口，这个就是窗口。给学校都会有很多的窗口，OK，窗口。OK，那学校有操场，有窗口，还有什么？OK，我们再来看，电灯，电灯，好，电灯就是我们每次说的灯，学校会有灯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灯的话，学校就会是。黑黑的、暗暗的、乌漆嘛黑的，所以我们就要有电灯。当早上天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电灯打开。OK，好，小朋友们跟着一起读：电灯，电灯。好，那学校除了有电灯，还有什么？好。学校会有白板，白板，白板就是小朋友们每次说的，我们在说的 whiteboard，whiteboard，老师会用 marker pen 来写字的 whiteboard，OK，
给我们教白板。白板 ，OK。那我们再来看，接下去会有什么？有白板，我们就要有白板擦，白板擦。OK， 什么是白板擦？小朋友们一直说的 duster 啊 ，duster 就是白板擦。白板擦，很好。那我们再来看，接下去会有什么？学校一定要有这一个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这个，小朋友们能写字吗？不能。好，那这个呢？我们叫什么呢？好，桌子，桌子。小朋友们开嘴巴跟着一起读桌子。好，为什么老师会有放两个不一样的桌子呢？那当老师教到英文的时候，那老师会再跟你们说为什么我放了两个不同的桌子。好，在中文里面不管什么桌子我们都叫桌子。可以是有抽屉的，有 drawer 的，也可以是没有的。OK， 桌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到什么 ？OK， 有桌子写字，那我们也要有椅子，很好，小朋友们都知道，我们要有椅子，我们才能坐着写字，对不对？椅子，椅子，好，这个是椅子 ，chair。OK， 那有椅子还有什么？OK， 我们来看 ，OK， 橱，好，这一个就是橱，你们都会在学校看到有很多橱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橱呢，可以让你们放书包呀，放功课呀，所以我们就要用橱来收东西，橱 ，OK， 很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，我们有什么？小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叫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会说 eraser， 好 ，eraser 的中文我们叫什么呢？橡皮擦，橡皮擦。好了，我们再读一次，橡皮擦。OK， 橡皮擦就是 eraser， 当我们写错字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拿来擦的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好，最后一个是垃圾桶，垃圾桶。好，学校有没有垃圾桶呀？有，对不对？在你们的班上，我们都有放一个垃圾桶，那就是给小朋友，可能想丢垃圾的时候，还是有什么纸张，我们碎纸，我们捡了之后，我们就要把它扔进垃圾桶，垃圾桶。好，我们都把全部生字都读完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再跟着老师，我们再来复习读一次。小朋友们记得要开嘴巴，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我的学校，我的学校，学校，学校。老师，老师，同学，同学，操场，操场，窗口，窗口。电灯，
点灯，白板，白板，白板擦，白板擦，桌子，桌子。已知，已知，除，除，橡皮擦，橡皮擦，垃圾桶，垃圾桶。好，今天的新的单元的生日就到这里，谢谢小朋友，拜拜。